这个视频你们看过没有？我的天哪，岛国人居然发明了一款压缩方方面，只要把它放在水里泡两个小时，它就能变成正常使用的方方面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好家伙，你这是拿我当傻子吗？我惊得跟猴一样，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能变大的方方面？觉得这个视频是真的小伙伴请扣一，觉得是假的请扣二。我觉得这个视频肯定是假的，如果它是真的，我就给你们倒立洗头。买来了啊，能泡大的方方面，咱们打开看看啊，说不定岛国人真的能研究出来呢。小心翼翼开个箱啊！哇塞，这小方方面也太迷你了吧！哎，这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方方面？而且有不同的口味。咱们先加点水啊。OK， 盖上之后等待两小时啊。这个字据说没有人能用手机打出来，能的话我就叫你大哥。好了，两个小时到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。哎，这咋没变呢？不能啊，是我哪个步骤出现问题了吗？只要把它放在水里泡两个小时，里泡两个小时。原来是没有加旺仔的原因，我们往里加点旺仔啊。OK， 盖上。Later， 这回看看有没有惊喜。我去，哦，哎，真的厨房面面了，变了这么大，三种口味，还有三个没变大，是因为我旺仔加少了吗？打开看一下啊。我去，连料包也变大了，面饼也变大了。居然连那个叉子都变成大的了，你们谁能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太神奇了。我去，你们不会真的有人相信它变大了吧？其实这三个小泡面在这儿呢，这三斗泡面是我自己放进去的，所以呢不要相信网上这些骗人的视频。散会。